这次去成都之外，我让石姐可以看这个失去的那一天。啊，回忆起了失去的那一天。那隔壁呢？最近吗？对对对对对。最近都在跟他俩失联在一起，我们很多练在练我们的歌。练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。OK OK， 那你记得？我最近就是有，是我有一些戏剧的计划，所以可能在大陆那边有一些计划。OK， 那我也是刚好在拍戏，我刚从台中赶回来。对，哇，所以你是刚才从台中赶回来的？对 对，坐高铁回来的。OK， 建宏呢？我最近也是刚拍完一部电影，然后回到台湾。电影哎，还行。哇，而且我看你的脸书最近常常出国，原来你是拍电影。对对对，你拍的是鬼片对不对？答对了，所以刚刚一下下哭了一下，还好鬼月过了。对对对，没事，到时候我也很期待，因为是我第一次拍那种恐怖悬疑的题材的电影，所以还蛮期待。OK， 好，那接下来大家有要问动画片对不对？我们先跳过，我们先。人头现在干嘛？我是昨天才北京回来，对，我也在拍一个中国的一个戏，希望支持我的人应该过来会知道，很好的戏哦。OK， 请大家多多支持哦。最后呢，我想问一下，后面你最近在干嘛呢？最近发行我的迷你专辑《壁咚》。我是相信大家应该是看对色世纪传说意犹未尽，如果大家意犹未尽的话呢，可以帮我们继续点播，然后观看爱奇艺的这个，然后看一遍两遍三遍不厌倦。哎，真的说到点播，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，所有粉丝都知道之前破三亿的时候大家要干嘛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个活动，有没有人知道？知道举手回答一下。对，好，那我们音响前方这一位，换个姿势好不好？四点是应该要很开心的感觉啊。